亲娘，你的女儿哎，总是无愧在。真的。啊，母亲。我有哈能。恭喜王妈妈，恭喜王妈妈。哎呦，东西东西呀、啊！来，亲娘，这荆州西湖边哎，是人山人海，城里人啊，有名的女客侪请得在。哥哥，哎，拿出拿手的好本事。五多个美娘，到最爱的那位军方之首。是啊，美娘德艺双全，这西湖花魁当之无愧呀！哎呦，为不是看出而来呀，都东碰上啊！好事，来亲娘，从今以后，美娘身高八百，你真是好福气哇！我啊，妈妈有福气，妹儿家有财气，我啊，你肚子的晦气喽！吓人啊！干什么？胡听八嘴，听之外来呀，吃醉气呀！晓得了，老爷们喝酒来啊！喝酒啊！将我情中流落临安，绿地凄凉，不梦点之人将我挑担埋忧，这是深意非薄，这得勉强独身。哟，看前面有一大户人家，我不免挑担前去点亮。
先叫人望断老心。干什么的？哦，大姐。母在看，不好看了。我们是大户人家，不好东张西望的。哦，是是是，拿了东西，快点走吧。哦，啊，大姐，方才那位小姐，方才那位小姐，她怎么样啊？标志极了。哦，他标志极了，真是绝世无双。绝世无双啊。是啊。阿佩，我把你这个美玉郎好友一比，你做何来？做梦娶媳妇想的都是你呀、啊、哎呀，休得出息。好了，你拿了油桶啊，快点走吧。哦，是是是，走吧走吧。好、我就走的。哎呀，你还不走啊、我就走、好、我就踢飞你的油桶了、大姐、大姐。大姐，你脚下留情，和你闹着玩的呀。阿四啊，妈妈啥？你那个门口唱啊，是个卖鱼的呢，马一个。哎哟，我真要看鱼了嘿。阿四啊，嘿，鱼饼拿出来。晓得了，我说卖鱼的，要挑你的生意了。多谢了。马一个，妈妈，你修来么早？哦，是是是。哎呀，那个鱼啊哈个叫。妈妈，这是上等的，妈妈请看。哎呦，香倒是没香过。是。哎，妈妈，鱼桶来了，要烤几斤？那个西烤五斤。哎呀喂，五斤呐，猛的猛的。哦呦，你都没阿家种子虎葵，你趁有个把让越来越头，你金鱼我外婆发给了嘿。嘿，晓得了。我说美玉郎啊，大姐，靠鱼无人拿。哦，是是，你看明白了。我看了没一斤一斤一斤米，月儿圆，妹妹想郎得来。二斤米，月儿圆，妹妹见郎喜欢回。哦，斤！没，你来干、啊？哦，是是，你来干。哎呦，想都没想的嘛！哦哟，你有真气嘛！晓得。马一个、妈妈，来来来，是老太奶说，从门扎起，来每年送五斤香芋到我家来。哦，从明日起，每日送五斤香芋到你家来么？懂的人子们，哦哟。一大叔，哦，是是是，带我上了帐幕，你上帐吧啊！妈妈尊姓啊，老姓王。哎呀呀，多谢王妈妈促成小姑的生意。哎呦，这个小姑大妹光抢呢。哎，马英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是老妹妹来，你少阳虎年呐？妈呀，什么
救贼。马姨啊，妈妈，我们来今朝你走起吧。哦，明朝这个鱼们咋地等我送的嘞？是是是，我明日一准送来。那么明朝会走？妈妈明日会。明朝妈妈明日会呀。咦，这里到底是什么样人家，竟有这样色色佳人？哦哦，来了来了，待我做完了生意，明日再来访问便了。准。